并在上方制作挂绳。我们先来学习摇铃的制作方法。来看图解，主体采用锁针环形起针，逆时针环转向外编织，分为三个区域：加针区、不加不减针区和减针区。其中，从第九圈开始，后面需要用到两个颜色。整个主体用到的针法有锁针。 短针、短针加针、短针减针和引拔针，请看我演示具体的编织方法。为了方便观看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做演示。具体的线材、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，可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纸质图解。首先来起针，右手拿起线头，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。 在食指与中指之间穿过，左手拇指和中指捏住线头，右手拿起钩针，钩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，把钩针放在线的下方，逆时针绕线。这时钩针上有一个线圈，左手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。 钩针在线的左侧绕线，将线钩出。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，拉紧线头。现在开始钩锁针，绕线将线钩出，这就是一针锁针。 在这一针上扣教扣，没有教扣时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。起针一共三针锁针，继续钩。第二针，第三针。 然后挑号扣的辫子，辫子是这样的 V 字形状，挑起 V 的半边，外侧一根线，勾一个领拔针，绕线将线勾出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领拔完成。 起针就完成了，开始勾第一圈，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，接着穿入锁针形成的圆环中心，注意这里是中心大洞。 不要穿到引拔穿入的这个洞眼里面。钩针穿入对应位置，钩织短针，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绕线，将线钩出。 这时，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一针短针就完成了，在这一针上做好标记。 我再演示一次短针的钩法，穿入中心大洞，钩的过程中线头继续放在钩针上方，顺着织物纹理藏进去，然后绕线将线钩出。 再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。第一圈一共有六针短针，现在已经完成了两针，继续往下钩。第三针。 四针、五针、六针，这里主体是按绕圈的形式编织，我们可以用螺旋钩织法，一圈一圈的往下钩。 每一圈钩完不需要紧拔，这样钩出来的主体没有多余的接头，比较好看。编织过程中注意在每一圈开始的短针上做好标记，方便找到下一圈的开始位置。这样第一圈就完成了。往下勾第二圈，这一圈需要钩织短针加针。 这里的加针为一个洞眼钩两针短针，钩针穿入较扣的位置，挑起短针针目，这样的两根线，一个洞眼钩两针短针，在第一针上做好标记。 一个短针加针就完成了，接着挑相邻针目，这样的两根线，钩织短针加针。这一圈的编织规律是。 每个洞眼都钩一个短针加针，钩完一共十二针短针，现在已经完成了四针。 就是一针，对应上方有一个 V 形状的辫子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。同样，钩完不需要紧拔，这样第二圈就完成了。接下来钩第三圈。 先穿入较扣的洞眼，勾一针短针，做好标记。接着，在后面一个短针针目上勾一个短针加针。 一个洞眼，勾两针短针。完成后，挑相邻的短针针目，勾一针短针。后面继续勾一个短针加针。 这一圈的规律是一针短针，一个短针加针循环钩织。我们把这个规律称为“隔一加一”。往下按照这个规律继续钩织。 钩完吊扣的前一针不需要引拔，往后每一圈钩完都不需要引拔，后面我就不重复说明了。第三圈就完成了，我们在这一面任意位置做标记。 这一面是主体的正面，钩的过程中正面始终对着自己。接着钩第四圈，方法与第三圈一样，只是加针之间间隔的针数不同。同时，从这一圈开始往后加针位置需要错开，这样主体形状会比较好看。先穿入较扣的洞眼，钩一个短针加针。 在第一针上做好标记，这里错开了加针位置，往下挑相邻针目，不加不减，勾两针短针。 后面一个短针加针，然后两针不加不减的短针，这一圈的编织规律是一个短针加针。 两针不加不减的短针循环钩织，也就是隔二加一。按照这样的方法继续往下钩。钩完吊扣的前一针。 第四圈就完成了，继续钩第五圈，同样错开加针，加针规律为隔三加一。先穿入吊扣位置，对应钩一针短针，做好标记。往后钩完吊扣的一针。 把记号扣移到上方，接着挑相邻位置钩一针短针，后面一个短针加针，往下不加不减钩三针短针。 后面一个短针加针，往后按照隔三加一的规律，把剩余部分钩完。 钩完最后一个加针，还剩一个针目，对应钩一针短针，加上开始的两针，正好三针。第五圈就完成了，往下继续勾第六到八圈。这里我已经勾完了第八圈，往下勾第九圈。 这一圈加针规律为隔六加一，接着之前的线头，不加不减，钩六针短针，教扣移到第一针上。 完成后一个短针加针，由于加针的后面一针需要换色，这里把加针的第二个短针换成短针未完成针，先穿入对应位置钩一针短针，然后穿入同一个洞眼，绕线将线钩出。 钩针上有两个线圈，这个就是短针的未完成针。接着拿起需要换的线，这里我用其他颜色做演示，具体颜色参考图纸或实物。预留一点线头，钩针绕线，穿过钩针上的线圈。 这样换线就完成了。往下用换的线，不加不减，钩两针短针。钩的过程中，把这两个线头放在钩针上方，顺着织物纹理藏进去。完成后，钩织第三针。由于下一针位置需要换色。 这里钩织短针未完成针，绕线将线钩出，拿起需要换的线，绕线穿过钩针上的线圈，完成了换色。可以发现，遇到下一针需要换色时。 前一针都是钩织短针未完成针，换的线头始终放在钩针上方，不需要剪断。往后用这个颜色钩织三针短针。 加上前面三针，一共六针。后面钩一个短针加针。由于下一针位置需要换色，加针的第二针改成短针未完成针，然后换色。 继续钩织三针短针，第三针位置进行换色。 往后用这个线钩织，按照隔六加一的规律把剩余部分钩完。由于后面不需要换色，另一个线头放在原位即可。钩完吊扣的前一针。 第九圈就完成了，往下勾第十圈，同样为两个颜色钩织。这一圈的加针规律为隔十五加一，先一对应勾四针短针。 后面一个短针加针，接着两针短针，后面需要换色，第二针位置进行换色。 将这个线头拉到需要换色的位置，这里线不要拉得太紧，能与织片边缘贴合就可以。完成了换色，继续不加不减钩四针短针。 勾的过程中，将这两个线头放在钩针上方。第五针处进行换色。 然后钩织三针短针，钩的过程中需要带线，第三针处进行换色。 后面五针短针，第五针处换色。 距离上一个加针，现在已经钩了十五针短针，后面对应钩一个短针加针，剩余部分都是用这个颜色钩织，不需要换色时，另一个线头放在原位即可。后面按照隔十五加一的规律继续往下钩。 钩完吊扣的前一针，第十圈就完成了，同时加针区就完成了。后面钩织第十一圈为不加不减的短针，分别挑上一圈的针目。 十六圈都是不加不减钩短针，比较简单，我就不往下演示了。具体的换色位置，大家可直接参考图纸。换色区域需要藏线，不需要换色的位置将线头放于原位即可。这是一个钩完了第十六圈的小样，往下钩第十七圈。 需要进行减针，这一圈的减针规律为隔十五减一，1, 先不加不减勾帧帧，钩四针短针。 后面一个短针减针，分别挑相邻的两个针目，钩织两个短针未完成针。一、二，这时钩针上有三个线圈，绕线一次穿过，一个短针减针就完成了。 这里两个短针合并成一针，少了一针短针。往下继续不加不减，钩三针短针，第三针位置进行换色。 后面用换的线，不加不减钩十二针短针，第十二针位置进行换色。 然后一个短针减针，分别挑对应位置，钩织两个短针未完成针。然后绕线，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。后面用这个颜色继续钩织，按照隔十五减一的规律。 把剩余部分钩完，钩完吊扣的前一针，第十七圈就完成了。往下继续钩，往后每一圈都需要减针，减针的钩织方法都一样，只是每一圈的减针数和位置不同。具体的减针数及减针位置。 可参考图纸和表格，注意钩完号扣的位置，将其移到对应针上。同时，后面仍然为两个颜色钩织，换色位置可直接参考图纸，换色方法都相同。钩完换色的最后一圈，需要将不用的线剪掉。图纸上换色的最后一圈是第二十圈，这里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断线方法。 钩完相应圈数的换色部分，往后用不到这个颜色的线了，将其预留五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掉即可。线头在钩织的过程中，放在钩针上方，藏到织物里面就可以。 往后继续用剩余的一根线编织，把减针区钩完。后面我就不演示了。由于钩到剩余三到四圈时需要加入填充物和铃铛，往下我用小样演示一下方法。先加入填充物，塞的时候均匀一些，同时这里用量自己掌握。 塞得太多，主体会偏硬；塞得太少。